山痛拉筋解剖书第第十五章小腿的拉筋操，那第150页第093站姿抬腿抬脚趾的小腿拉筋操啊。步骤：身体站直，一脚的脚趾搁放在阶梯或垫高的物体上，全程脚都要伸直，上半身再往前倾向脚趾。动作诀窍：透过保持背部平直和倾斜上身，可以调整拉筋的强度。拉到的肌群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排肠肌，次要肌群是排肠。腓肠肌吧。腓啊。腓肠肌吧。OK， 我正念那个字，我是有边读边无边读。一个月一个什么？腓。是非的非，对，那腓肠肌念腓是吧？主要肌群是腓肠肌，次要肌群是胫后肌、屈拇肠肌、屈指肠肌、腓骨肠肌、腓骨短肌，跟一个甘蔗的蔗没有草头那个一个竹子那个怎么念？那个指。不是指吧，只是一个逐步，然后一个停止的止啊，我是说它是树名的树啊。对，那个指筋膜指。这是你的吗？要怎么样啊？啊，那个三颗，后面三颗随便喝。一个树名的树。著名的树，一个竹字旁，怎么念？那个指筋膜的指，那念指，也是念指。也念指啊？对，念指。哦，我们脚底指筋膜。哦。那跟那个竹字旁一个指。那指，那指骨，那骨头是你讲的那个。啊，那这个怎么念？那也是念指。同样的音。对对对，但是它是那个是属于肌肉筋膜，那叫指筋膜。好，那个指肌啊，我再念一次啊。主要肌群，腓肠肌；次要肌群是胫后肌，啊，屈拇肠肌、屈指。腓肠肌是一个是非的非。对对对。腓肠肌啊。那还有一个腓骨肠肌的腓，也是是非的非，加一个也是是非的非吗？对对对。然后，哎，我念到哪？再来一次。主要肌群是腓肠肌，次要肌群是胫后肌，啊，屈拇肠肌、屈指肠肌、腓骨肠肌、腓骨短肌、趾肌。它按这个趾肌，它是说在这里。对。趾肌在这里。嗯。它腓肠肌呢？腓肠肌。是小腿肚的地方。腓肠肌在这里。对不对？它腓骨肠肌。这腓骨肠肌啊，在前面一点吧。对啊，腓骨肠肌那个大。看它这一块的。好。腓骨短肌。哦，对，它拉大。这里是腓骨肠肌，是腓骨短肌。那腓肠肌在后面。啊哈。那趾肌在这里。啊哈。那胫后肌。在。胫后肌也在这里吧，这附近。然后。趾肌它是画在那边吗？趾肌它画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趾骨长肌跟屈拇长肌。那你刚才讲这边有一个趾肌是在，在这膝国窝这边吗？应该是在这边吧。你说谁啊？你是先讲什么最后的那个趾肌，你说有甘蔗吗？没有甘蔗的，你说有个蔗的那个啊？啊，蔗肌在这个地方，那写甘蔗的那个。一个肉，一个蔗的那个。一个。竹子旁，一个那个树名的树，对，它写画在这里，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旁？竹，
哦，脚啊，脚的那个足啊，好好，嗯，他画在这里，好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要你那个要你那个书，我就是希望说我自己先看过，我知道我才跟你讲。那我现在你那书回来了没有？还没，他念到手部而已，手然后再脚。他又念的吗？对，他后来发现他那个手太麻烦了，因为他帮我校稿，他说帮我校稿的时间当不是他念的。哦，这样。对，因为他说少有啦，可是很多，因为都是我们解剖的一些那种错别字，有没有？嗯哼。什么像你刚才讲足啊这种，他说出来都不对，所以他全部都校稿以后，他发现他干脆又念的了。哦，这样。对，反而帮我少到一半，他说不行不行，全部都他校稿。嗯哼。对，好，那下094，垂脚跟的小腿拉筋操步骤：站在阶梯或垫高的物体上，双脚的脚趾移到阶梯边缘，双脚要伸直，然后让脚跟垂向地面，同时让上半身往前倾。两只脚都要上去吗？对对对，他这时候他的手呢，他是扶着那个，不是墙。我知道。他是扶着墙。一样。嗯。就是一样是可以，我就当做椅子。你要站着椅子是墙。对。Okay. 这样就好了。他是两只脚都上去。都上去。这样子。不是这样。就只有脚趾头。对对对，只有脚趾头。哦，两个脚趾头上去，这样垫起来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应该是整个脚垫起来，然后脚跟尽量碰地面嘛。那我念再念一次步骤：站在阶梯或垫高的物体上，双脚的脚趾移到阶梯边缘，双脚要伸直，然后让脚跟垂向地面。脚跟垂向地面，哦，所以他要整个身体要上去了。对，我知。可以吗？你那够硬吗？不够，不够硬，这个撑不住。那你就去那个好了。那边不是有那个，我带你去，这个门子拉起来，这里先，这里，呀，你就可以上去了。哎，上去，然后脚垂下来，你两边就要平衡了，就是一边。放一边仔啊，放在中间，放在中间，可以吗？嗯。小心啊！好。我再念一次，步骤：站在阶梯或垫高的物体上，双脚的脚趾头移到阶梯的边缘，双脚要伸直，然后让脚跟垂向地面，同时让上半身往前倾。他这时候前面是有一个，前面是有一个墙，可以扶在墙上的，可是你现在因为没有墙，对吧？然后动作诀窍是利用身体的重量啊，调整拉筋的强度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腓肠肌，次要肌群是胫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指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小腿肌拉伤，阿基里斯腱、刮骨跟腱、刮骨拉伤，阿基里斯腱、刮骨跟腱、刮骨炎，胫骨内侧疼痛肌肉群，刮骨胫骨疼痛，小腿疼痛，刮骨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呢？篮球、篮网球，拳击、自行车。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冲浪、游泳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其他拉筋操编号097。
下一个095第152页啊，捶单侧脚跟的小腿拉筋操啊。那步骤，站在这时候一样门槛，哎，要到门槛，要站在阶梯或垫高的物体上，一脚的脚趾移到阶梯的边缘，脚要伸直，然后让脚跟向垂，脚跟垂向地面，就是一个脚是站上去，然后另外一个脚是垂下来，一个是整个抬上去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脚要伸直，然后脚跟要垂着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有拉到吗？这个拉筋动作可能会让阿基里斯腱、刮胡跟腱承受很大的压力。然后借由缓缓垂下的脚跟来伸展的肌群，拉到的肌群是主要肌群是腓肠肌，次要肌群是胫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指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的问题？小腿肌拉伤、阿基里斯腱、刮胡跟腱、刮胡拉伤、阿基里斯腱、刮胡跟腱、刮胡炎、胫骨内侧疼痛症候群、刮胡胫骨疼痛、小骨疼痛、刮胡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、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游泳、竞走、健走，可以配合练习其他的拉筋操时，编号099。OK， 然后下一个是153页，把凳子打开了，那地上的那个也捡起来了。这个是096啊，脚跟踩地的小腿拉筋操啊，步骤往前一小步好吗？再一步，因为现在头看不到了，再来一步 OK。可能再退后一步好了。步骤，身体站直，一脚往后跨一大步，并伸直，同时把脚跟往地下踩，脚跟要踩，你那个脚要往前，脚趾要往前，可以两个都往前吗？后面那个也往前，后伸脚的动作诀窍，后伸脚的脚趾一定要朝向前方，你要没有完全朝向前方，对，再过来，对，朝向前方，对，可以吗？哎呦，好。小心啊，动作诀窍，后伸脚的脚趾一定要朝向前方，如果脚趾朝向侧边
会让小腿的肌肉受力不平均，长久下来会导致肌肉的失衡，拉到的肌群。他前脚是有一点弯曲，后脚伸直哦。嗯嗯，弓箭步。对，差不多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腓肠肌，次要肌群是胫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指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小腿肌拉伤，阿基里斯腱、刮胡跟腱的拉伤，阿基里斯腱、刮胡跟腱的炎。跟腱炎、胫骨内侧疼痛、正后旋刮胡、胫骨疼痛、小腿疼痛、刮胡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你后面的没有那个，后面要按跟要同样的方向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。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雪、冲浪、游泳、健走、竞走，对配合练习的其他运动是编号093。好，下一个要推墙。下一个是154页097，推墙脚跟踩地的小腿拉筋操。步骤：身体靠墙站直，双手搭在墙上，在觉得舒服的范围内，一脚尽量往后伸展，两腿的脚趾都要朝前，而且脚跟要着地。后脚伸直，然后让身体倾向朝面。它是，一脚要在前面。对。动作诀窍：后伸的脚趾一定要朝前，如果脚趾朝向侧边，会让小腿的肌肉受力不平均，长久以来会导致肌肉失衡。拉到的肌群是主要肌群是腓肠肌，第二肌群是。胫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直肌。那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小腿肌肉拉伤，阿基里斯腱、刮胡跟腱拉伤，阿基里斯腱、刮胡跟腱炎，胫骨内侧疼痛、正后旋刮胡、胫骨疼痛、小腿疼痛，对哪些运动有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。游泳、健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98。下一个158，坐姿098，坐姿，不是坐在地板上，对不起，坐姿，脚趾朝上的小腿拉筋操，步骤。你可以坐后面一点吗？看不到我。OK， 步骤：踩坐姿，一脚平伸出去，脚趾朝上，上半身往前取，并将脚趾往身体的方向拉。另外一脚吗？另外一只脚的那个脚是脚掌是放在膝盖上。对。动作，如果手碰不到脚趾，就不适合做这个拉筋动作。
来，我碰得到，我再念一次，才坐姿，你可以摸我的脚，我摸到了，一脚平伸出去，脚趾朝上，上半身往前行，并将脚趾往身体的方向拉，你看我可以拉，然后如果手碰到，然后你看我的脚，另外一个脚，另外一只脚怎么放？好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腓肠肌、腕膜肌、腕腱肌、股二头肌；次要肌群是颈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指肌。你再念一遍好吗？拉的肌群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腓肠肌、腕膜肌、腕腱肌、股二头肌。次要肌群是颈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指肌。动作诀窍：如果手碰到脚趾，就不适合做这个动作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后腿肌拉伤，小腿肌拉伤，阿基里斯腱跟腱的拉伤，阿基里斯腱刮骨跟腱刮骨炎，胫骨内侧疼痛，正后群刮骨，胫骨疼痛，小腿疼痛刮骨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、越野运动、冰上举重球、草地举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游泳、健走、竞走。配合练习之外，编号一百，下一个156页099，站姿。我看看一共有几个啊？还有六个，我把它停掉，再换一个，还是念到100好了？念到100是不是？OK， 好。099站姿，抬脚尖的小腿拉筋操。步骤：踩站姿，一脚屈膝，另一脚朝前伸直。前伸脚的脚趾朝向自己，并将上半身往前倾，背部要保持平直，双手放在弯曲的膝盖上。动作诀窍：前伸脚的脚趾一定要朝上，如果脚趾朝向侧边，会让小腿的肌肉受力不平均，长久下来会导致肌肉的失衡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腓肠肌、腕膜肌、腕腱肌、股二头肌；次要肌群是颈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指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一些肌肉问题？后腿肌拉伤，小腿肌拉伤，阿基里斯腱刮骨、跟腱刮骨拉伤。阿基里斯腱刮骨、跟腱刮骨炎，胫骨内侧疼痛，正后群刮骨，胫骨疼痛，小腿疼痛刮骨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地球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游泳、健行，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94。好，157页，100号。起跑式。脚跟踩地的小腿拉筋操。步骤：双身体站直，
两脚一前一后，前脚屈膝，后脚伸直，脚跟踩向地面，再把上半身往前倾，双手放在前方的地面上，就好像起跑式，这个题目叫起跑式。题目叫起跑式，脚跟踩地的小腿拉筋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的，是动作诀窍，后脚的脚趾一定要朝前，如果脚趾朝向侧边，会让小腿的肌肉受力不平均，长久以来会导致脚跟呢，脚跟要着地吗？不可能着地，没有着地。如果长久以来会导致肌肉的失衡，有助于胸部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的肌群是腓肠肌，次要的肌群是胫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胫骨长肌。你可以换腿呀、我刚刚换过。哦，你不是这么快。不是一个动作要做20秒啊。次要肌群：胫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跟指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一些肌肉问题？小腿肌拉伤、阿基里斯腱、刮骨跟腱、刮骨拉伤、阿基里斯腱、刮骨跟腱、刮骨盂炎、胫骨内侧疼痛、肌肉内侧疼痛症候群、刮骨胫骨疼痛、小腿疼痛、刮骨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健身、定向、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拍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游泳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丁操。编号098。OK。好。继续拉一百，现在还有14个。对，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张，还有一张吗？没有了，最后一张就是中英文对照表。啊，不是还剩下六个？这个还有几个？啊，你是说还有一张啊？对啊，还有一张是第16章。对呀、颈部脚裸及脚部的拉筋操。对呀、应该还有一张。还有一张，没错。对呀、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。好，一共28分钟。